有吃100碗了吗？吃了4碗。吃了4碗面面。2碗。4碗。嗯。这个卡机看起来很漂亮哎。嗯。这家是两碗。嗯。嘿嘿嘿。你在做什么？很好笑你。专心吃饭。你喜欢做那个啊？那做这个红色的不？没有比较高吗？这是超级英雄。哦。是列车战队。捍卫正义。捍卫正义。那这个你不喜欢做这个红色的啊？正义。啊，这个红色椅子。正义是什么？正义是什么呢？你跟我说。英雄啊。英雄就是正义吗？是过来向乔古道歉的。乔古真是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太好吃了。真的吗？晚安。小冰箱不行吃了。妈妈，我们家里可以吃，昨天妈妈。